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户外小徐，看看那是我的花篮，然后咱们的新装备，轮胎，这个地方水太深了，然后那还有一个花篮，整条河道里我下了15个花篮，都是今天刚下的，也是在直播全程直播的下的。看看周围的环境挺好的，看看这个太阳，这个用到水里的光线还是特别美的。然后直播的时候好多朋友们说下花篮没意思，要不然去起花篮吧，然后咱们就出发去起花篮了。嗯，鱼货还不错，你们看看吧。然后就有货啊，有货啊，看看是个什么货啊，什么货色，看着撞着笼子啊，笼子给我撞起来了，啥呀？哇，我的天哪，老黑家鲫鱼过瘾了哟，干得漂亮，大鲫鱼也不小啊，过瘾。兄弟们，这是今天的鱼货，这是5个篮子的鱼货，是不是有点站起来了？看看这个大鲫鱼，5个篮子的鱼货啊，看看这个皮毛漂不漂亮，看它的颜色漂不漂亮，看看每一个鲫鱼都是个顶个的漂亮。这个篮在篮子里边时间长，看看这个大黑，好吧，这个大黑是今天最牛逼的一条大黑了。哎呀，这大口干啥呀？想干啥？咬我呀你啊！啊，我的天，漂亮漂亮。然后一条大黑，然后还有一条小的，还有一条小的。这是5个篮子的鱼货，也挺不错的。还有一条小的，还有一条更小的，我回家养着啊。全程直播收的啊，全程直播收的。嗯，明天继续直播，你们喜欢的关注一下啊。篮子就完事儿了，漂亮漂亮。